大家晚安，我是吴界，欢迎收看房导单元界看一下。节目开始前要提醒大家，中秋节快到喽！我们库奇岛的居民们呢，为了想在中秋节吃些不一样的点心哦，我们用竹炭粉和在面粉里面做成的饼干，在两片饼干中间呢夹超香超柔软的牛轧糖哦，最后就成为我们库奇岛的特产。 酷奇熊羞羞饼啦！为什么这羞羞饼这么羞羞呢？我们将盒子打开来，就会看到它里面有6只酷奇熊熊哦。那饼干的外包装就是它们的熊熊毛皮。我们只要把它们的毛皮拿起来呢，哇，太害羞了啦！这太适合在中秋节送礼哦。这看起来是业配，但实际上是没有收钱哦，只是帮家里广告一下哦。那如果因为这个影片呢，让家里订单变多的话，也许我家的人就会说：哇，原来你拍影片对家里生意有帮助，那你就多多去玩动物森友会吧。那我就可以有更多时间拿来做影片，也说不定了呢。我也会提供2盒羞羞饼给大家抽奖，抽奖方式请看资讯栏哦。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啦。今天投稿者她叫做摸咪，职业是物理治疗师哦。那她是因为老公觉得她很有设计魂，就买了动森给她玩，结果意外让她得了动森成瘾症。她岛上的主题蛮多样的，有鬼屋、圆明园、迪士尼公主主题馆等等哦。制作的灵感呢，都来自生活中。她喜欢的动物居民有如意、米米、大吉。 他说：“如果有人嫌他爱的居民丑的话，他会在岛上的鬼屋里盯小人哦。”最后提醒大家，这次的访岛内容呢，有一些鬼屋的布置，小朋友们呢记得要找家人一起陪同观赏哦。那我们就前往出发他的岛屿吧。桃摸摸，桃拍拍岛，好特别的岛名哦。 那因为他说他的岛比较适合晚上来拜访，所以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哦，第一次晚上来访岛的。嗨，哈哈哈，他还在那边敲锣，敲锣欢迎。哇，他身上的衣服是刚吃薯条打翻番茄酱吗？哈哈哈。 今天呢也是有带礼物、哦，我带的礼物呢是一样是薛格的海报哦，他也有送礼物哦，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红色的，所以都还会特别买红色的包装纸给我。哎，这个是遗失物吧？我来看一下，看礼物是什么？发霉连身裙，发霉的连身裙。 铁棒，乞丐装，原来如此。好，可能待会会有场景会需要换衣服。从岛民偷来的包包，不好吧？这个我还要带回我岛上当那个装饰吗？哦，它的地图地形看起来还蛮对称的。它有哇，它有甲罗林耶，我很喜欢甲罗林哦。 除了茶茶丸之外，其他其实都算是蛮少见的动物哎。你们看这个，这就是刚才飞机上看下来那个弯弯曲曲的走廊。走到底，这里这个地方很像古装剧会出现的场景。娘娘，不知您招奴才来这里有何要事呢？哀家要你把这杯毒酒给喝下去之类的。 乱编剧情。这里是一个3岔路，那往上这边走的路呢就没有这样子弯弯曲曲的，但也是很有东方风哦。这个栏杆啊，配上这个灯，也是很有古装剧的 feel 哦。远远还看得到月亮。哎，等一下，那个是妹妹吗？我好像看到妹妹。先让我摸一下哦。不务正业，房导反到一半跑来摸妹妹，他在旁边好像也傻眼了。这次防倒有赚到，学会了太空梭的 DIY 了，耶！哦，你们看它这个地方，它放这些和服架，它下面的这个地板很厉害哦，像看起来很像有2层，对不对？还要走楼梯上去，很酷。 大家也可以学一下这样子的设计，它虽然是平面的，可是视觉上看起来就好像，有垫高一点点了。旁边这边它也有用，就是很对称。那它这边呢也有放一些就是比较东方风的休闲娱乐，围棋啊，然后这个木棋应该是那个扬琴的代替品。 比较中式一点，这样子整个主题也比较统一。哦，我们进来他的房子里面，他这个房子很厉害，他用那个水面的地板，然后再铺那个这个地毯，木板的地毯。哦，迪士尼主题公主房，那这应该是花木兰吧？ 那一套韩服真的完全就是花木兰的配色，哎，这个很棒哎，它这样看起来超级有层次的这一间哦，这间是花木兰，果然，然后左右旁边还有放鸭子在那个水面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它的地板这一间的地板非常的厉害，哇，这一间一定是美女与野兽对吧？ 旁边有，他有放那个茶壶，被我发现了，这一定是美女与野兽。果然，加上那一套衣服，就会想起他们在这边在大厅跳舞的那个那一幕。这个是哦，看到那个塔，这一定是长发公主。果然。 然后长发公主的那一套粉红色的洋装，这个我也有认出来哦。虽然这一部我没有看完哦，但至少还知道角色长什么样子。再给大家看一下，气氛拿捏得很好。哦，这个我知道，这是阿拉丁对吧？我看到那个茉莉公主的衣服了，耶！ 因为我小时候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一部哦，所以我很喜欢这一部。不过真人版我没去看就是了。人鱼家具，这一看就是小美人鱼啦。哇，它是整套都收集齐了吗？小美人鱼，我才发现它是用那个云上风景的地板，然后配上人鱼墙。 这样搭配起来蛮梦幻的。最后一间，这一定是白雪公主，7个小矮人，她这边有4只，是不够放吧？另外3个，可能去找王子之类的，不在家。她真的蛮厉害的，她可以把每间房间都配合主题，然后布置的，非常的有气氛。 让人家一走进来就知道说这是哪一个主题的迪士尼角色。这边往下走，这个是怎样？要一路跳过去吗？哇，这个一定要有岛民代表的强健脚力才有办法啊！岛上其他动物就没办法这样子跳过来了。 往上面这里有一间星巴克，大家也太喜欢盖星巴克了吧？它的内用区这边放了一些书哦，这个客人呢一定会坐在这里好几个小时才走啊。哦，它的背板有卖一些星巴克的杯子。咖啡厅这边大概就是点心区之类的。哦。 这个是电影院呢，好厉害哦！它旁边还有做那个布幕哎，然后中间看起来是已经在谢幕了，那个壁板看起来是已经在谢幕了，在跑那个工作人员名单呐、啊。 我有看过几个，就是岛上有做电影院的，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觉得很有 feel 哦。可能是它是盖在那个岛的最北边的地方哦，就是那个荧幕后面就直接是星空了，超加分，我很喜欢这里。那它旁边这里呢也有另外一个，这也算是音乐咖啡厅吗？ 虽然桌上没有杯子啊，只有蜡烛，很漂亮，很漂亮。因为它今天刚好是妹妹会来的那个大晴天嘛，所以星星很多哦。刚好这一天来呢，这个地方就好漂亮。可以换乞丐装了，就刚才那个发霉的连身裙哦。那我要先把变身给解除哦，换好了。 走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去它的鬼屋区了，所以之后的行程可能会有点可怕，应该啊，你看地上这边就有人的番茄酱撒在这里哦，好可怕！哇，你看它餐桌旁边一堆撒出来的番茄酱哦，真是的，哇，旁边也一堆番茄酱。 各位小朋友呢，一定在吃东西的时候倒番茄酱要适量哦。你倒太多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想要捕捉那个流星飞过去的样子哦，因为刚才我拍照的时候我又闭眼了，所以我要再拍一张。有了，有了，好，这个可以。大家都在笑我说为什么我拍照就会闭眼睛，我怎么知道？ 他就是刚好挑我拍的时候，就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啊！这我也没办法、啊。我已经知道红色的东西是什么了，真相只有一个。你看那个书桌上面放的水彩用具，这堂课是大题解剖。大题解剖为什么放水彩用具呢？山洞祭典，哇，他那山洞做的超赞的。 他用3块壁板吧，看起来是3块壁板，2个水泥墙，然后中间一个全黑的，哇，看起来真的很像山洞。嗯，我可能没有空去感受他营造的恐怖哦，我一直在感动他的那个设计，摆的超赞的。这里是大吉的家，大吉的家，我记得他的家也蛮可怕的，好适合哦。好适合盖在这种地方，大吉。嗯，他家里面跟外面的景色根本是差不多。大吉，你真的是太适合住在这个岛了。好，我们现在要进去他另外一个家。这个房间是怎么一回事？太暗了吧？ 该不会是用黑色的壁纸跟黑色的地板，然后再关灯才可以这么暗？不然一般应该也没办法这么暗吧。然后旁边放好多那个电浆球，好诡异哦！请你躺上去，我帮你处理。是怎样？我身上有恶灵吗？请帮我除一下哦！现在是鬼月啊，何老师啊，你交代我的经文我都有念。 功德经我也都有缴啊，为什么我的订阅还没破1万呢？慈姑观音会帮我吧？然后何老师就说：“这个直接电死！”哇，这房间是怎样？陨石可以这样子用哦，好诡异哦，真的很像灵异事件。让它浮在这个大头的旁边，哇，好有想法！原来陨石可以可以用在灵异的房间上面哦。地下室，这是地牢吗？地上又有一堆番茄酱哦。嗯，有4间牢房。 他用那个黑白条纹的泳衣来代替囚犯衣服哦。哦，这角度就看得出来，它的蜘蛛网用得很好哦，超赞的蜘蛛网的配置。 我觉得很可以给大家参考。如果你也想做一个可怕感觉的房间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哦。最后是2楼的部分，哇，它这里躺了一个人骨哎，它很讲究，它旁边还有用那个东西把它围起来，就看起来很像是那个考古学家在挖掘骨头哦。 我的兴趣挖人骨，可怕！你不是物理治疗师吗？我以为对人骨有兴趣的是骨科哦，还是因为我看蜡笔小新才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喜欢骨头的德郎医师，他这个铁牢的外面都还有放一些植物哦，这个部分蛮特别的。 居然还会想要利用空间放植物。好了，我们已经离开那个鬼屋地区了，这里是秘境。他写秘境，可是你这里有标示啊，就是秘境，请往这里走。再往前100公尺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一点都不秘密啊。 一路倒过来哎，在这个岛上呢，生活真的腿要练得很壮啊，不然跳到一半脚就没力了啊！不小心跑进去，继续往右边跳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啊。我一直听到有流星的声音哦，很想许愿。日式商店街这里摆了很多脚踏车。 那台式的商店街，该不会就要放很多台机车了吧？咦，有点可惜耶，动森里面没有机车可以摆出来哦，不然应该可以很台哦。整个造景上放一堆机车，看起来就超台的。哦，它这里也有做一个月台耶，好看，因为是红色的贩卖机。哦，在这里还有那个平交道敲钟的声音，很酷很酷。只是它的车子没有连起来哦，看起来就比较不像火车，看起来比较像是公路这样子。这个桥的对面就是刚才那个铁路哦，哇，这该不会那个列车可以沉入海底，然后再爬上来，这样子吧，这样就很梦幻哦。我来看一下它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台什么共利是吗？我看不太清楚上面写什么。咦，我在这边遇到了他喜欢的米米。 我记得米米的日文是叫吉米，所以我一直以为它中文是叫吉米，没想到它是把它比较在地化一点叫米米。我是米粉，是蛮难得的自恋系仓鼠，不准说米米丑。嗯，我可不可以趁这次访岛顺便讲一下一件事情？ 他刚才讲说不准说迷你丑，我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呢，我今天来访他的岛，然后呢，我就对着他的岛上的迷你说，哇，你这只动物这么丑，你怎么还邀它到你的岛上来？之类的话，我相信应该观众看到都会很反感吧，我觉得啦，至少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所以呢，我很不喜欢，就是去批评其他动物，长得怎样，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动物呢，都会有非常非常喜欢它的人。那我讲这种发言呢，就感觉会像是在伤害那些喜欢这些动物的人。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呢。 我自己也有看过别人的实况，然后他在就是用网子在打我喜欢的动物，那我看了就会觉得，不行不行，这个影片我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也会尽量让自己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这边一路逛过来都是比较和风的，哦，这里是他的矿场吗？哇，这边有3颗石头，该不会下面还有吧？日式矿场。矿场做这样子很漂亮我觉得很漂亮啊，就是结合哇，你看下面这边也有3颗，它就是结合那种日式的石头造景，然后又可以挖矿，超棒的，刚好塞6颗石头，也是规划的很好我很喜欢，应该是我看过最好看的矿场，我可以这样子讲，直接断定这矿场真的很棒。这边有大家都喜欢的茶茶丸，肌肉大哥，肌肉大哥茶茶丸，请多指教。他的羊毛下面都是腹肌很可怕贾罗琳，好久不见了，贾罗琳。他算是我的前5个岛民之一哦，这是如意，他很喜欢的如意哦。哇，好可惜哦，这两个人的那个家庭的室内装潢都超好看的，贾罗琳跟如意，可惜他们2个都在外面哦。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查一下这2位的家里哦。留言区不能说如意丑，我肉搜，这么凶。躺在花园中，这里可以躺。他做了一个跟草地颜色一模一样的那个沙滩巾很酷，这样真的很像躺在地上。可是我穿这样很像尸体好的，访岛结束，这给大家看一下岛旗这岛旗他说是他家的猫，给大家看一下可爱的猫猫。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把镜头交还给摄影棚啦，感谢莫咪。我没有觉得很厉害呀，我个人很爱他那个电影院的气氛虽然呢，它的简介上完全没提到这个电影院，但却是我的最爱目前为止借看一下的前5集访岛，我都是采用有人投稿我就去访的方式也就是呢，他们都是在我第1次征稿的时候就投稿的观众。虽然我也没想过第1个来投稿的就是这么厉害的人而第1集的点阅数呢也破10万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这是我第1支破10万影片，非常的具有纪念性而做了几集之后呢，投稿数呈现一个暴增的情形导致我没有办法再照一开始所想的那样，有人投稿呢我就去访问于是呢，在第4集播出后我就停止征稿了。那我也在这段期间把停止征稿前所有的投稿岛屿都逛过一遍也在8月23日呢，选出接下来的集数我想要去采访的岛那这些岛都有很特别的地方，是前几集没有出现过的元素，包括今天这一集我预计会再做5集包括今天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啦。那其他没有选中的以及在停止征稿之后才投稿的梦境门牌号呢，我都会把它集中起来做成签，之后呢我会在直播时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来访岛就不会再以借看一下的节目形式来进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